哎，又嚟到我佩珊 studio 啦！今次我哋讲乜嘢咧？今次我哋讲娱乐新闻，咁都系照个啦。希望你俾个 like 我同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我哋而家即刻开始啦！咁我哋首先讲咗 MC 张天赋同埋 Tyson Yoshi 先啦。咁啊 ，MC 张天赋咧喺一月嗰阵时咧，呢个新年档期啊，已经开咗三场嘅红馆演唱会啦。我又见到我啲 friend 喺度抢飞啊，即系人搭人咁样啦，亦都即系叫人帮手，可能有啲咩可以抽飞嗰啲咧，又叫我哋帮手去抽。所以呢真係一飛難求啊，佢亦都講過遲啲呢就會有 part 2㗎啦，不過呢未有佢個人演唱會 part 2嘅時候呢，佢亦都啊聯同 Tyson Yoshi 啦，同埋呢個有亞洲小天王之稱嘅台灣歌手周湯豪啦，同埋呢個美國歌手 Dead Baby 呢一齊呢喺呢個3月11號啊喺亞洲博覽館呢舉行一場呢演唱會啊。咁而大會都未公布呢個售票詳情之際呢，已經有網民呢即係喺網上呢出 post 啦，就話呢聲稱買紙巾啊就會送兩張呢演唱會門票啊，不過呢啲紙巾啊價值係3700多元呀。咁而呢個 post 呢就好快被下架啦，不過我估應該都冇人會信啩，即係好明顯係惡搞喎呢件事。咁而大會呢都出咗聲明啊，呼籲呢一眾歌迷呢即係小心啊墮入呢啲呢买假票嘅陷阱啊！近呢一两年咧，建造音乐嘅唔同单位咧会一齐合作啊，即系一齐做 show 啊，或者一齐即系参与一啲颁奖典礼啊，咁样真系睇得出咧，乐坛越嚟越好啦，即系咧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咧，净系咧可能搞啲小圈子嘅嘢啊，自己同自己公司嘅一啲歌手合作咁样啦，而家系可以跨公司啊、跨单位啊咁样。我觉得是挺好的。咁讲完我哋香港嘅乐坛，讲下我哋嘅香港影坛啦。最近咧呢、这个毒舌大壮啊，好似个收视非常之好、哦。毒舌大壮上画咗16日就已经冲破咗咧呢个咧7500万嘅票房啦。如果加埋琴日同埋今日嘅票房咧，相信黄子华咧就会咧自己打败自己啊，打破咧呢个史上最高第二票房嘅反气攻心啊，向咧呢个第一位去迈进啦。讲完呢个影坛好成绩咧，我哋再讲下咧我哋香港影帝咧梁朝伟啦。咁佢就拍咗一辑短片啦，咁都系咧讲关于咧一啲演员生涯嘅嘢啊，佢自己演员生涯嘅嘢啦。其实咧佢就话自己咧根本就唔中意咧重温自己嘅演。因为呢总会睇到一啲唔好嘅地方啦，所以呢其实佢一啲都唔 enjoy 去睇返自己嘅戏啦，反而呢佢又睇到人哋嘅好喎，即係人哋做戏人哋有咩好佢又睇到，自己有咩好呢就唔揾啦，佢就係睇到自己嘅唔好咁样啦。咁所以呢佢每次重温自己嘅演出嘅时候呢都係检讨緊啦，自己边度做得唔好啦，我下次呢点样唔会再犯同样嘅错呢。咁可能就係佢呢个律己严嘅性格呢就造就咗佢今时今日呢喺呢个电影影坛嘅成绩啊。咁但係咁样会好 sad 嘅喎，即係永远睇到都係自己一啲唔好嘅地方。我觉得即係睇到唔好嘅地方都要欣赏下自己有咩好㗎嘛。咁而佢亦都话自己呢係一个即係唔够胆冒险嘅人啦，即係鍾意留喺 comfort zone 嘅人啦。唔单止呢喺工作上面啦，其实呢佢嘅性格就係咁啊，可能怕输啦，怕失败啦。可能呢亦都係因为太多嘅奖啊，大家都会觉得呢你唔可以 NG 㗎啦。佢就觉得点解唔可以 NG 呢，梁朝伟呢都会将所有嘅奖牌呢收起啦。咁其实呢就唔想俾自己睇到啊，因为呢其实呢啲呢对佢嚟讲啊都系一个负担嚟嘅。咁都系嘅，如果上到某个位呢都会怕自己跌返落嚟啦，或者可能即系符合唔到人哋嘅期望啊咁样，呢、这个就系人性啦。佢亦都话自己啊过往呢一直呢停留喺呢个舒适圈太耐啦。咁所以呢近几年呢佢就决定啊跳出去啦，所以做一啲新嘅尝试啦。佢就话呢而家呢个演戏阶段啊可以就系话我演员呢最后嘅一个阶段啦。我觉得呢应该可以将呢啲包袱呢抌低呀，因为我觉得呢已经累积好多经验啦，同埋呢自己亦都知道自己嘅工作态度系点样。冇咩需要担心嘅，好又唔会好到边，差亦都唔会差到边度，大概呢天赋呢就系到呢度啦。但系点解我睇落去我觉得好似有啲唏嘘咁样嘅。咁不过呢佢就话大概天赋呢就到呢度呢，即係其实已经好高成就㗎啦。即係大把人想做影帝呢都做唔到啊，即係花光本身嘅精力努力呢
都未必可以得到呢个成就。咁不过咧，我不嬲都觉得唔好放弃希望嘅，即系人唔努力过，即系唔坚持过，又点知自己可以走到去边度咧？系咪先？咁今次咧就同你讲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讲过啦，拜拜。